老花医每日一答，回答一下臭宝们的氧化问题啊。求助老花医，去年买的无尽夏，现在客服说没事，这本来就没什么事啊。现在这个本来就没什么事，现在这种季节哈，这个光照不要太强，你这个肥料用的时候稍微注意一点哈，不要给它用过多的肥料，过多的肥料是不可取的。你先这个光照哈，别让它很强了，就是咱们人接受一下，咱们人的皮肤接受的，你觉得比较舒服的时候就比较舒服啊。你只要晒一天下来，你能出汗，觉得比较热，这个绣球的极限就达到了。所以说春天的时候呢，对于这个光照来把握呢，你可以折一层纱网，别让它很强，就是那种懒洋洋的光照它可以晒，但是强光暴晒是不可取的，好吗，宝贝儿？一定要注意啊，这个光照再强一段时间的话，估计你们那边比较热，那样的话容易把叶子再晒焦了。下个花友说，请问我的报春突然变软了，很多黄叶，什么原因？这个是缺水了，开花的时候呢，开花量比较大的时候呢，大家一定要适当的供给一些个肥料。你像现在这个时候呢，就可以花到二号啊，1000倍的比例啊，就可以该浇水的时候浇上了。它上面开那么多花，它下面能不黄叶吗？还一夜之间，这个让我想起来什么呢？哎，你昨天还大肚子，你今天肚子怎么平了？你生孩子？家子宝说，现在打矮桩树合适吗？可以打矮桩树啊，矮桩树现在的话，尽量的维持在5000倍以上的比例。你像大家在种一些小苗子的时候哈，有的话老不明白为什么土长。您记住这么一句话，叫一枝红杏出墙来，就是缺乏光照的时候啊，植物就瞪着劲儿的往上长，它就自然而然的就长得比较稀稀拉拉的，就长得比较长了。所以说呢，你可以现在就可以加强光照了，可以晒晒太阳了。注意点哈，这个盆这么小，是吧？万一缺了水也不行，光照该给足的给足。这种时期呢，可以很稀薄的肥料，你像花多多一号这种2-3000倍的一个比例，稀一点，可以浇灌一下，好吧？下个友发来的又是个月季花，他说这个上面都是虫子，怎么办？我去年买药喷了，没啥用。你去年喷了，他这不现在今年都又有了吗？如果说真的没啥用，你就修剪，修剪了之后再打药。为什么呢？你像这个呢，就是蚜虫，是一些蚜虫。我刚才看的白白的，我以为不是，我放大了一看，这个是蚜虫。这个呢，你就打点避虫林、阿维菌素，或者是定虫米，只要是一般的杀虫药都能治它。这个很好打，但是反复发作。该打的打，你要不打的话，这个花苞就被它喝没了，就整个的被它吸干了。你要懒得打的，你就直接剪掉吧，剪掉以后它就没事了。这种蚜虫呢，都是在新芽上，在嫩芽上面长，老叶子上面它不去啊。这个是老牛吃嫩草的意思了，没有嫩草，这个老牛它就、哎、好了。我老花一养花最专一，拜了。